兄弟们，我又来跑酷了啊！上一期维度跑酷主世界已经跑完了，这一期就挑战下界，地图还是有点长，我们还是边跑边说吧。这次我加了光影和材质包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
喜欢跑酷的小伙伴千万别忘记长按点赞评论一下哦，点赞过3000继续更新下一期。